景，哇，橘色的礼服好有活力哦。第二次入围金钟奖的她是新生代中最受关注的女演员之一哦。这次还入围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男配角奖的戴立忍，有精彩的对手戏，清澈的眼神中藏着角色难以告人的过往，同时散发坚强的信念，不排除极具说服力的表演细节，推动角色步上救赎之路。王静好美，等等一定要来好好访问她一下。王静超美啦，秀出来了，哎！但是其实我在看这部戏，我觉得我好佩服你哦，因为你给我的印象跟张雅静非常不像。你自己也有说这个角色离你有一点远，你是怎么样去揣摩他的心境的呢？我觉得这一切就是真的是导演的功劳啦。然后因为本身剧本就非常棒，所以其实在读剧本的时候不难去揣摩跟理解这个角色。嗯，而且这次跟影后谢盈萱有很多精彩的对手戏，听说你们在等戏的当下都会在车上大聊天，聊到欲罢不能哦。对，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在跟他滔滔不绝分享我的故事。故事哦。对。但是我很好奇，就是因为这一次造势场面很多嘛，然后你们真的动员超多人，有没有路过的人以为你们真的在选举呢？好像有一幕是我有在天桥上面发传单，然后就好像有路过的人以为我转行了。哦，转了这么大一个弯，是不是？因为太认真太像了，想说这个候选人是谁？哎，怎么会是你在发？是他怎么在那个啊？演艺圈果然不好混啊！对，退休了。但是这部作品真的给人家印象非常深刻，你也演出的非常精彩，祝福你今天晚上有很好的成绩。来，里面请。